是镜里的我，沉默话不多，目送你下车上楼。对感情生活一向低调的何润东，日前传出已经和女友办完结婚登记，预计今年内会举办婚礼宴客。随着喜讯的公开，何润东的超正以及拥有火辣身材的女友也曝光了。正式成为人夫的何润东，日前在个人网站上抛出放闪照，照片中的他搂着对方的肩膀，两人手上还佩戴同款的情侣手环，并说晒婚戒不流行了，不如晒自己老婆亲手设计的结婚手环还来得有新意啊。字字句句都看得出对老婆的爱护。其实何润东和老婆在2008年相遇时，老婆还是一名百货公司的柜姐，活泼又搞笑的性格和何润东相当契合。两人正式交往后，经纪人怕会影响事业，这段恋情因而转为地下化。如今这对恋人终于收成正果，也获得大批网友的祝福。